人讲吼，做官有官邸啦，做兄弟有帮邸啦。你知道什么叫帮邸？就是老帮派的地方，对，老大诶吼，处理代志的所在。我记得早期吼，那波州吼附近吼还有一间酒吧，迄间酒吧的生意真好，但是伊后壁吼有一个招待所，酒吧入去了后壁吼门开去后壁有一个招待所。早期吼，警、政、商、情，情治单位吼，不管要巧什么代志吼，拢离近招待所。所以已经招待所吼，人就甲讲叫做黑帮官邸啦。所有的人吼要敲代志拢伫遐。这个官邸吼，这个酒吧时常开的，是较早一个老大角头老大开的。这个老大咧较早咧高雄吼，影响力真有，你知无？一边哦发生什么代志？一边哦七连帮的吼，有一个组长算小老大就对了吼。伊定定去这个所在啉烧酒，但是伊唔知道后边有一个官邸。伊伫咧啉烧酒的时阵，有一天伊就啉到呛气，你知无？啊，呛气的时阵吼，就唔知安怎，就伫遐发脾气啊。啊，发脾气的时阵吼，服务生就甲阻挡啊，啊，伊就拍服务生嘛。啊，然后这个老大吼，这头家老大就出来，就讲啊，你唔好安尼吼，唔好踮遮闹安尼就对啦，歹看歹看啦。吼，你何况做一个小哥，你知无？结果两个怎吼，有肢体上吼，小可动到就对啦吼，肢体上的冲突。这个七连的吼，这个七连的小哥怎头壳去弄着，刀啊，拿老费，老费了，这个老大吼，黑帮老大跟个上灶，你知无？甲带去狗窑啊，狗狗的。过顶天七连这个小哥吼，闹一群人，闹一群人来哦，闹一群人吼来这个杂店，杂店了怎甲迄个黑帮迄个大哥有无？刚好有拄一刀啦，有拄一刀，但是无死啦。迄阵内底偌济人伫遐吵代志，你知无？警政高层拢伫内底哦，高雄较早一挂局长吼、分局长拢伫内底哦。所以即、這个头家、即、這个老大去用抬了吼，去用即个阿哥啊抬了吼。吼、迄警察卡住偌紧的呢？迄随来拢随来，你知无？议员啊，你遐啊，分局长啊，你遐啊，真侪董事长啊，你遐发生即个代志，警察局长震惊啊，开始限期逮人啊。了后，即个七贤的我讲的，即个七贤的阿哥啊有无吼？因老大提一笔钱给伊，讲你紧走，你若留在高雄吼，你正经命会休息。伊走到去边呢？伊走的吼，梅山吼，梅山了一个水利山顶，你知道？因一个亲戚住遐。伊走的吼，水利哦，水利迄是海拔一千多公尺的呢，伊怎走的遐去边？伊离遐吼，觅三年，觅三年，但是伊这个人不甘寂寞啦。伊觅三年了，伊想讲无代志啊，你知哦？风声已经过，已经三年啊。伊全部转去，啊，转去的时阵吼，伊转去的时阵就开始过伊的生活，灯红酒绿的生活，因为伊原来爱啉嘛，爱趴嘛，所以吼，第三天莫名其妙吼，咧一间地下舞厅吼，全香港去用拔去，你知哦？去用拔去，人拢找无人，去用拔去。拔去的时阵吼，拔伊遐的人就对啦，吼，拔伊遐的人啊。去见面吼，布袋就砍了啊，身躯就绑了啊，甲栽在山顶，甲栽在山顶吼，落三刀，甲落三刀，落三刀了后吼，搁甲送转来高雄市区，甲等咧都，等咧高山有无？高山渡轮有无？鼓山渡轮迄个海边啊，甲等咧海边啊，暗时无人看，一直到天光，一直到天光的时阵吼，人发现嘛，甲救起来哦，去用抬三刀。浸在海水浸浸的，佫无死哦，佫无死哦！你看这個人命有大无？上台东病院去哦，上台东病院去，无死。啊，无死的时阵，警察知影这件代志啊嘛。啊，实际上吼，警察吼嘛知影虾米人做的啦。但是赵一甲问讲啊，虾米人甲你抬的？伊讲伊唔知啊。警察无人报案，啊就不了了之啊。无人报案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大家看大家带回去，大家好好讲安尼啊。